机关算尽，反射机心，两重的老爷击破鬼气，欲求庇护。杨姓孙，你是来杀本宗的吗？小姐，我受阎王鬼刀逼杀，苗疆不管收留，后来我用刀卡木枪，老爷也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吗？现在未迟，只要你能和本宗回归去，本宗能和你卡木宫的第四位置。呼，你老了，老的脑筋拢糊涂了。你也算是鬼气一方之雄，文理自清，不辱最后的尊严吧。兄弟，不管台币，老爷奋起最后一丝力量，铁匠欲夺得名。啊！哼！铁魔枪，有点花不当心，将我击败。杀人如凶，你是以为本宗无研究过你的剑法？心虽凶，将犹狠，老爷两个小兄剑，就在星轮顿开之际，剑血混转。啊！剑花，好可怜，又快又冷又涩的剑路，是不用叫我换来。这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唱。来生。记得随我不朽。卡木宫跪住了，合作愉快。